走过许多经典歌曲，是不少人心目中永远的台语歌后。他在2015年时无预警宣布封麦，暂时隐退歌坛，让歌迷们很是怀念。至今已经有快要8年的时间，不过生性低调的他，鲜少会在网上更新动态，也让粉丝们相当好奇二姐近况如何。没想到近日他突然合体周杰伦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从周董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将会留着招牌利落短发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气色看起来很不错。而周董也解释两人同框原因，原来他和江蕙是一起去拍摄现场探班昆凌。周董一笑说，因为广告最近推出了，所以照片可以 PO 了。贴文曝光，就有网友拜托周董叫二姐复出再唱几首歌啦。